挖掘新闻内幕，挖苦新闻人物，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哇哇哇！好，来啊，赶快来介绍来宾。那第一位呢是媒体人徐清煌，郑大哥好，大家好。好，以及啊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啊，伯文嘛是啊这个民进党新北市的党团的总召，刚卸任，刚卸任，卸任了哈。OK， 好。另外呢啊邀请到的是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以及啊这个医药记者洪树清。大家好，好，另外呢是资深的感染科医师叶中志叶医师，大家好，好，这个啊，我们今天主题是未来的挑战啊，这个因为中国的武汉肺炎啊，我觉得台湾的挑战可多着呢，啊，台湾挑战多着，中国更多，好，那么昨天呢，我看啊，陆委会哈啊，这个开了记者会。开了记者会以后呢，五小时之后说哦，前面那个记者会没有讲清楚，所以再开一次记者会。我讲这话，昨天陆委会的记者会被骂翻了，哦、被骂翻了、嗯。那可不可以先请教清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防疫的时候大家看到武汉肺炎四个字，惊拢惊死啊嘛、嗯，所以看到的是希望政府能够把有可能会把传染病带进来的漏洞都把它补起来、嗯。那大家在过去这段时间呢，都给我们的卫福部部长陈时中给他拍拍手，因为他真的把很多有可能洞他都把它补起来了、嗯。所以你看，我们看到我们台湾政府哦，全世界几乎都是最快的。只要入境过中国有旅游那个相关旅游史的到台湾来呢，第一时间要不就做健康的自主管理，要不然的话有一些像中国人他就禁止入境，对，从武汉然后扩散到中国各区，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呢几乎是盯着看，这个看是武汉出问题，广东出问题，或是浙江哪里出问题，几乎都第一时间快速的封锁、嗯、所以我们国人对他很有信心嘛。那在这个昨天这个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发生说哎、欸、奇怪了，之前我们本来台湾哦担心说，哎、欸，这漏洞没有补好，所以本来还怕说游轮上面有人本来曾经到基隆爬爬照的、嗯嗯、这些人，大家还在担心怎么办的时候，陆委会告诉大家说，哎呦，陆配可以到台湾来这个访省亲、嗯，来看亲人。那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当然很多人很紧张嘛、嗯，怕说会不会它变成台湾防疫的漏洞，我们台湾的医疗能量能不能经得起，这就是一个大挑战了嘛。嗯嗯嗯，那后来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被骂翻了，对，因为在更之前，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还国民党还闹了一出说武汉包机回台，结果呢这个身体健康有问题的弱势的没有优先上飞机，给那身体比较健康的台商先上来、嗯、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议。然后还有一个是武汉肺炎的确诊患者、嗯、那在那个时间就已经挑动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了哦。那结果才事隔没多久啊，你陆委会又突然说要开放说这个中国籍的配偶可以到台湾来、嗯、那当然很多人很紧张嘛、嗯、那所以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呢又赶快开了一场，那这一次换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自己上阵，本来是处长，本来是一个处长，因为那个处长讲了之后，那个媒体下标题都是下说让陆配可以到台湾来看亲人，可以省亲，所以很多人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骂翻天了。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自己出来讲啊，这次出来讲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清楚哦，说在台湾已经有永久居留证的陆配本来就可以入境，嗯，然后他这次特别补充的呢，其实是另外一块，另外一块是什么呢？陈明通的讲法叫做陆配的子女，那这个陆配的子女呢，陈明通为了要把它讲清楚，陈明通还讲了一段小明的故事。嗯，那这个小明的故事是什么呢？陈明通的描述是说，这个陆配的子女可能是在过年的时候啊，回到中国去看阿公阿嬷、哎，啊，结果要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呢，爸爸妈妈都回到台湾来了，但是呢，小明没有回来。嗯，小明为什么没有回来呢？因为小明呢，可能时间不够长，还没有取得台湾的国籍，所以回不来。哦，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陈明通说哈、哦，要针对未成年的陆配子女，还没有取得台湾国籍的，曾经在台湾生活过的，嗯、然后在中国那一边没有人照顾的、嗯、哦，特别用专案申请，嗯、然后呢？特别用专案申请，那陆委会呢看条件要不要准他可以到台湾来、啊啊啊。那这个事情一讲完了之后呢，网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个
请问小明的家世背景到底是什么？那小明为什么去那边会没有人照顾？哎，对，这就是网友的第一个问题。小明竟然过年的时候呢，都可以到这个中国那个地方去跟阿公阿嬷相聚了。对，那为什么小明爸爸妈妈走了之后，小明反而会没有人可以照顾呢？嗯，再怎么样，你还有阿公阿嬷跟其他的亲人吧？对。然后，所以有网友就自动帮陈明通脑补，自动帮他补充说，可能这个阿公阿嬷也感染了武汉肺炎，或是刚好发高烧被隔离，没有办法照顾小明。哦，在火神山。阿公阿嬤可能在火神山，也有可能在雷神山啦、啊、或是在方舱啦、啊啊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因為下面又有网友又接着问、啊、说，那如果是那个状况，小明也很厉害啊，可以从他那个阿公阿嬤可能染病或发高烧时间点，还可以撑到现在，撑到现在、嗯、表示小明呢有过人的意志力，或是有过人的财力，或过人的生存能力、嗯、他比那个野蛮游戏里面呢更懂得生存，所以可以活到现在、哦、所以说，但是小明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非要回台湾的急迫性吧、嗯嗯嗯、那另外是很多人另外一个讨论的是说，这是第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嗯、在讨论小明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爸爸妈妈会把他放着，然后自己先回来，都不让他入台湾的国籍啊、嗯，都不让他取得中华民国籍。对，因为台湾是属人主义嘛，嘿嘿，那所以在什么爸爸妈妈有他就有啊。对，爸爸妈妈只要有，他就有，对不 对, 對、啊？除非他自己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對對對，嗯，这个很少啦。哎、欸，问题是陈明通昨天就讲这个状况啊。陈、嗯、明通昨天就在讲这个状况啊。陈明通说的就是说，他如果不具备有中华民国的国籍，所以他可能就被困在那边回不来、嗯、所以要针对像这样的孩子呢，要开一个专案给他、嗯、所以昨天才很多人在问，那到底像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对，就是你的爸妈其中之一是台湾人，但是小孩子没有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嗯、可是呢他在台湾已经受教育一段时间、嗯、他在台湾已经生活一段时间，对，这个是陈明通的说法嘛，对对，就他在台湾生活，他在台湾受教育，但他就是没有取得台湾的国籍、嗯、哼，所以昨天很多的网友都在分析有几种可能，这个小明的家身世背景是什么、嗯、他的妈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哦、就比如说现在的爸爸是不是他亲生的爸爸，还是现在爸爸不是他亲生的爸爸、嗯、所以小明的故事在网络上已经被无限制的延伸了之后呢、哦哦、已经出现了在哭手网友的动画，那这样多少人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对，他不知道，因为记者有问他、嗯、然后他不是很清楚，所以第一时间前面啊传、出来说2000多人有像这种状况的那个数据、嗯、对，那个也不见得是真的、嗯、所以才会变成说，你看在大家面对防疫很敏感，怕说我们的医疗人力会不会承受不住的时候啊，又冒出这么一个新闻记来、嗯、然后陆委会又不能讲得很清楚、嗯、所以今天的网络畅销关键字我猜应该就是小明的身世。小明的身世，不问那样的哈，这个小明的故事讲得太复杂了哈。其实当时陆委会很简单，就是说啊的春，这个农历春节啦，有一些这个都回到中国去返乡去探亲哈，或者是返乡去见这个阿公阿嬷啊，或者是等等亲友的，然后想说这回来的时候啊遇到这个疫情啊怎么办哈，啊当时基于就是说一些啊可能人道的考量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考量，所以做这样的决定哈。啊其实这个部分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说你如果把那个陈明通昨天讲的那些条件哦，把它列一列哦、嗯啊、再加上最后还有一个但书哦，其实他那个前面几个条件就是合法居留身份，与父母同在台湾多年，未成年，中国亲友无能力，父母在台、嗯哦、再加上最后一个条件说要专案申请、嗯啊、基本上这个其实哦就是没有人的啦，就几乎没有人的嘛、啊、所以那没有人你干嘛弄这个呢？我不知道，就多此一举啊，真的是多此一举啊、哦、可能就是说做一个未成年无人顾的，够北部里待完呢，这个几乎没啊，几乎是没有啊，几乎是没有，而且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专案申请，那专案申请这个空间就很大啊，例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防疫的期间，那专案申请当然要特别严格。专案申请的意思哦，不是说我专案通融你，不是哦，专案申请你看个案，而且要看时间点。你现在在防疫期间，那当然是要更加严格。那知影讲开第一遍的记者会了，5点钟后佫开紧开，发生什么代志？你知道第一时间他那个讲的方式，会让大家以为说啊，鼓励赶快陆配回来。对啦，就鼓励说鼓励陆配回来，或陆配的亲友都可以回来。嗯，陆配的亲友也可以。第一时间真的造成很大的误会，就是这样，不是只有子女哦，是连亲友。
我跟你讲，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新闻，陈明通是要跟陈时中对干的呀？不是、啊，可能抢抢镜头吧。我抢抢镜头。我说真的，我昨天第一时间哦、欸，因为我们在第一线的民意代表，那个民意反应是最激烈的哦。我、啊哦、昨天我的那个 LINE 我自己都不敢看，哎、嗯，群主你都不敢看，我真的不敢屌尬那啦、嗯。然后我的那个还有些哈，我看我没有回，还特别到我那个简讯里面就直接发给我这样。啊那包括我办公室的电话都接啊，你们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起码我们应该少一个，看到有洞赶快去补起来哈，尽、嗯嗯嗯、量的去减少这样可能。坚壁清野啦，对的，坚壁清野、哎、啊，这个不是说什么人道不人道，就我们一定要把先把我们自己先顾好嘛。哎、啊，就是咱估计主任要讲起来，这个，我就讲他所有的条件列出来之后，其实关键是在最后。专案申请嘛，专、嗯、案申请，即使你前面都符合，嗯、我现在因为我防疫的这个需求，我们觉得现在即使你前面五个条件符合，我们就觉得这个时间你不能来啊，就不能来。啊，那你所以昨天这个有讲的没讲啊？所以你嘛想无讲为什么伊要开这款机？我真正想无，我真正想无。啊是无啦，保平信号需要上传的时阵，大家请伊。那保平信号处理啊就好，但是我替陆委会稍微讲解哈，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来处理，例如说。那你1月26号，那你的小三通有暂缓、嗯嗯啊、包括那你2月5号这些中国旅客的全面这个禁止入境，嗯、包括那你起码港澳学生也这个都全部暂缓、哦、所以其实很有层次的，我们在做一些管制的动作，而且都配合整体的防疫了、啊嗯。你老公除了昨天晚上那个今天一集小，除了昨天晚上那个之外、哦、坦白讲，陆委会这段时间来，嗯，针对这个管控其实做得很好，好、哦啊、但是说昨天我嘛，我们在讲。是安怎要母子出来？我讲起，我用母子出来来形容，你就知影讲我内心的无奈哈。我今天刚刚看到这个放言哦的一个独家，他说，陆配中国子女来台哈，国安高层决议暂停防疫优先。嗯嗯嗯。那其实我刚刚就讲过，事实上不要说暂停了，我们事实上昨天到最后他讲说专案申请核准才可以进来，就知道说大概这个案子是止住了，因为防疫优先嘛，以防疫为主。所以昨天那两个记者会算白开了，就是我就跟你讲抢镜头这样子啊，抢镜头。我知道说真的，我这样子我们就不能每天问，请问小朋友来了吗？开玩笑，我当然是开玩笑，就是说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昨天多此一举啦。嗯、我补充一下，它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是什么？陆委会接到一个陈情，就是有一个他是爸爸是台湾人，然后妈妈也取得台湾籍，但他陆配，但小孩子还没有取得台湾籍，是这个陆配带小孩子过年的时候去日本玩。哦，然后现在情况是。妈妈可以回台，然后小孩子不能回台，因为小孩子没有取得台湾籍，所以小孩子变成是只能在日本。对，那这样子就变成小孩子没有人照顾，这是真实的情况，所以他们向陆委会澄清。那这一次好像这个开放是为了针对这个个案，所以通盘检讨之后就说，像这样的情况，小孩子变成没有人照顾、嗯嗯，所以才有必要开放这个例子。而且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小孩子其实是长期在台湾读书，但是还没有取得国籍。哦、请问这个小孩多大？应该是国中吧？国中。具体的那他一直留在日本，他是谁照顾、啊？没有，就是现在小孩子，那妈妈也还没回来，所以他们就、哦、媽媽留在那边，所以才说要开放，让他们可以一起回来嘛。哦哦哦所以他就说，就是有新闻，就是有我们的同业他在解读，就是这一次不是，那就开放他们从日本来没有关系啊。啊，没有啊，因为小孩子是做陆籍啊，现在也不行啊。就是你如果是中国籍的，你也不行啊。所以现在就变成就是说，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就说这一次整个陆委会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明明有具体的个案，你为什么不拿具体的个案讲，大家都听得懂？会不会讲小明，大家比较听得懂？就回傻傻啊，只有明天就小华了，我跟你讲，只有陈明通自己听得懂。第二个就是他讲的不清不楚，你用了一个虚拟的个案，搞得大家更听不清楚。你如果讲日本这个案子，大家不是就马上都了解？对，你就讲，我就这样就懂了。对啊。然后第二个是说，他讲的是陆委会主委姚慧珍啊。我可能我智商太高，没有办法担任起这个。OK， 等一下再讲哈。我觉得哈，这个事情哦，把他骂翻的意思，其实大家。台湾人现在有个心情，那个心情就是你怎么会忽然之间要入那个中国籍的配偶，赶快回来，或者中国籍配偶的亲友回来，大概惊了戏啊！这真的是误会，要讲清楚，亲友真的没有什么亲友。是是，我现在讲的是说，反应会这么激烈，是因为那个心情。这个时阵你哪会够要一直要开放那边过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哈，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了，先休息，进广告。
好，就是这个新闻，好，就是这个新闻，陆配子女四条件入境，严开放居家检疫，五小时后紧急锁关。在这样的疫情突然爆发的期间，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出现。即便不是台湾，在其他国家也面临一样的问题。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们当时像英国的撤侨包机要走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英国家庭啊，他也是一样，他的孩子是没有英国籍的，所以当时他的妈妈本来已经都已经接到说英国的撤侨包机要飞了，然后甚至那时候都还蛮困难，是因为你要到机场都是一个很困难的行程，因为没有人愿意载你们，他们的那些红包车司机都没有那个，所以他还是找到一个留在当地的人载着他们一家要去，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的孩子是中国籍，不能上飞机。那他不能上飞机不是因为他们英国人不把他接走，他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中国人觉得那是中国人，所以他并没有把他列在他们的名单上面，所以他就没有把那后来那个家庭只好先暂时留下来，因为妈妈其实不忍心孩子自己留在那里，所以选择是那我们留下来陪我们的孩子。所以慧珍讲的状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妈妈如果知道只有自己可以回来，她一定是留着，所以她会留在日本等。所以小明的情况，爸爸妈妈都走的，那应该不是两个都不是亲生，包括两个。所以那个情况，你就可以讲说，在这个情况一定会有这种我们本来没想到的情况，所以会要解决。第一班机的小明啊，其实是谁？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我们第一次的班机是为了接谁？老弱病，而老弱病的开始就是第一个小明，对，就是那个血友病的重症的小朋友，因为大家都知道血友病这个疾病，它分轻重症，有些重症的小朋友他是用预防性的用药，为什么呢？如果他不预防性的用药，他有时候因为一个剧烈的运动或干嘛，他可能会自发性的内出血，所以他是一直在用药的。那因为他缺乏药物，于是乎媒体开始报道，于是乎大家想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让他回来？那于是乎开始有包机的筹划，大家觉得好像有病的、有老的、有紧急需求的应该先回来。结果小明没回来嘛？呀，我给我想完了啦，就说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有想了很多办法哈，想要保护这块土地了哈。不过，就是要设想要很周到，对，设想很周到。那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哦，入境旅客现在一律要填健康声明书。哎，请教一下医师好不好？哎，什么叫健康声明书？我没有实际上看过现在他讲的这个啦哈。不过像我们医院，要进来医院，如果他有一些发烧或呼吸道症状，他要比较明确的告诉我们，他到底有没有中国的旅游史，或者是中国旅客的接触史，尤其是还没有过14天的自主管理的。那没关系，那我问一下淑清，我比方说我啦，是我现在要入境台湾嘛，不管我去世界哪里嘛，是。那我要入境台湾，我要填健康声明书吗？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事实上以前如果你出境到别的国家，你会发现你通常有几张表格要填。第一张是写你在当地会住在哪里的相关的，让这个海关。第二张就是要比方说去日本，你要写你填了住的饭店，你从什么时候进来，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去，待几天，你是旅游吗？对，你是对你的旅游的 purpose。好，这是一张。可是通常还有另外一张是简易的，就是他叫你勾选，比如说我有没有发烧症状，我不舒服，我们干嘛？然后或者另外一张，对，有没有慢性病？有什么状况，甚至有一些农业比较重的国家问你，我有没有带什么花果食物，有没有什么什么，有没有什么，就会在这一张上面。所以我们以前是针对特定，你会发现，我都觉得不应该只有中港澳大陆，只是所有的国民，现在是所有，就是不只是外籍客，应该连国民都要。就是我入境的时候，我就自己填说我到底有没有什么症状。好像台湾的你要对，为什么？因为以前就觉得这会是一个缺口，我们不能只针对特定的来的区域的人要求他声明自己的健康状况嘛，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病毒它看起来不是局限于中国地区，它也包括其他国家，甚至我们想象中觉得，哎，卫生防疫可能本来还不错的国家，所以现在扩大，大家都要自主声明，我到底有没有用，我有没有发烧，那让一视同仁啊，这样比较不会乱高了。跟大家报告哈，这个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填哦要据实填，对，据实填，这是有罚则的哦。这如果发现你伪造不实的话，罚15万。哎，所以这是有罚则的，对。哦，有15万，对对对，最高可以罚到15万，罚钱就对了，对，罚钱是，就是你要据实填，你要么咳嗽、发烧等等，假设这些健康自主管理，这不能乱填。从昨天开始，所有入境班机旅客都需要填写健康声明书，所有啊，不是只有外国人哈。那桃园机场首当其冲的是一家阿联酋航空，他用空中巴士380，你知道380是最大的，载了445名旅客，结果。光是排队填写的人龙就花了1小时才消化，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需要有点耐性，这个学生每当抱怨啊，
那再来就是昨天啊，从香港入境桃园机场的一架航班，因为我们现在暂时禁止港澳人士入境，禁到什么时候呢？禁到3月31日。好，结果因为有9位旅客取消定位，好利用那架飞机坐几个人？那我比照巴厘岛那班好，61。那一架飞机坐了一个人，包机啊，包机啊，商务舱随你坐，机组员都比他多了，前机仅剩一名台籍旅客，哇，好珍贵哦，成了一人包机，好棒哦，好棒，因为这个多好，不用担心你旁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未来造成你要隔离之类的，而且这辈子谁有办法变成坐包机，对不对？对，一个人，所以我建议这一位朋友，因为你已经回来了，不然你就把所有的座位都躺平这样。对这样睡，而且这一排睡一睡，那一排睡一睡，这样睡一睡。OK， 然后桃园机场昨天出，哎，对不起，10号入出境的旅客量72000多人，你知道比平常少多少？大概少了一半以上吧。少了40000多人。哇，少了40000多人。对，因为我们中国就已经不能让他进来了，港澳呢也进不准让他，所以创下开战以来的新低。好。好，桃园航空站，那接下来啊，我们要再来关心钻石公主，因为上面也有我们啊20几位啊这个台湾人，哈，钻石公主号啊这个新公布的感染的病例是39例，换句话说，到昨天是135，再加39多少？174例，哎，这个有一个台湾人。啊，对，有一个台湾人，这个增加的数据吓人哎，很可怕。我们台湾那么久，我们才累计18例，18例，现在整个船上已经有174个病例哦，哈，而且日本的检疫官中标，对，上去检疫竟然中标，哈，我可不可以再请教医师？你觉得上面发生什么事？我觉得他上面的这个隔离的管控哈，应该是有蛮大的问题，包括说，今天说他有检疫官有感染嘛？对，那就表示在上面，即使是执行检疫的人员，他自己的防护可能都不够。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一直是陆续有传出病例，而且量还都是有蛮高的数量。那可见的，在这个船上目前感染是正在流行。对。那他既然是正在流行的话，表示他人员之间的隔离都是不够的。包括说他有旅客也正在发生感染。他服务的船员也正在发生感染。那理论上，如果说你现在要把这个船放在那边，像类似封院这样子，停留在那里的话，你上面呢的有疾病跟没有疾病人要尽快分流。那如果你没办法一时之间立刻分清楚这些人哪些人有疾病，哪些人没有疾病，你应该要设法让他们都不能彼此互相接触。因为像现在如果说你有服务人员有感染，旅客也有感染，你根本分不清楚是谁传谁。到底是这个服务人员先感染还是旅客先感染，你不知道。但是这些服务人员都还在跟这些旅客接触。所以他可能就一直发生交叉传染的现象。对呀，这个等一下我就在这请教来宾了，因为其中我们有一个魔术师在上面嘛，他就写了上面的状况。那他写了上面的状况之下，为什么还会感染的这么快速？等一下再继续请教他。其实我说实话，我现在如果在钻石公主号面顶，我已经惊死，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自己要被感染，对不对？而且又不能下船。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这个钻石公主号，那么现在啊，船上有3000多位乘客，人人自危。那根据钻石公主号现在赶快规定说这个有隔离，船上的人不能任意离开房间，不能任意。第二，每天只有听到船长广播，你才能够分批到甲板上透透气。有先做兵吗？好，时间。很有限，
那不少船上的乘客说，简直就是海上监狱。他每天生活在染病的恐惧当中。他说，钻石公主号游轮的舱房有分内舱、外舱、阳台舱、套房舱等不同等级。上起来就住内舱，内舱就是上下骹遐，无窗啊，也没有阳台。像做医生有钱的，就得住套房舱。好，然后呢，价格昂贵的阳台舱、套房舱，虽然有小阳台可以出去透透气，但没有办法随意离开舱房。也就是说，你可以去阳台，但是你不能离开你的房间。好，便宜的内舱没有窗户，外舱有窗户，但不能打开。好，他说这两个舱住在里面几乎跟坐牢没有两样。然后三餐呢是专人送到房门口，只能够等船长广播才能够分批随时到甲板透透气。那就是说什么？咱感觉讲放风，然后这个有我们的有一个住在船上的魔术师叫陈日升，他说比较廉价的内舱外舱房，不是没有窗而已。而且是不能对外开，室内的空气只能靠中央空调。现在说给他中央空调啊，呢变传染源，变传染源。好，他说不少住在里头的乘客呢，担心是否因此染上武汉肺炎。他说那种内心的压力跟煎熬，外人难以体会。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医生好不好？如果是中央空调，我住在内舱，那我可不可以把整个嘴这样子封起来就没有事了？理论上哈，因为我们目前还是认为这个肺炎它是比较倾向飞沫传染，它并不是那么倾向空气传染的一个病。虽然这几天大家对这个也有非常多的争论，对，不过就以往来讲，冠状病毒本身的生物特性，它应该不是空气传染的，所以它透过空调来散布的机会，照理讲是不高，但是。我们因为主要是我们提过飞沫传染的疾病，它的这个传染的飞沫颗粒比较大，所以它比较容易在一公尺以内它就落地了。可是如果经过一些机械设施、抽风排风系统，你会改变这个流体动力学。这时候我就没有办法非常跟大家确认说，透过这些设施而进一步导致飞沫的传递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看到新闻上的状况哈。如果说他的服务人员跟旅客甚至检疫官都有交叉感染的这种情势跑出来的话，我认为他们很可能光在这个接触隔离这一段都做得已经不够，因为连他的检疫官照理讲他应该是在足够防护下才去进行检疫，他不应该得病，然后呢他的这个服务人员跟旅客之间发生交互感染，这个照理讲也不允许，因为我就新闻的感觉好像是说大家还是会把这个食材送上这个门口，对，然后这个游轮呢他们再去做厨房的料理，然后再送到旅客的门口去，事实上这整个过程应该都有传染的风险，照理讲这上面有机会有潜在可能性变成病患的患者，他们彼此都不应该再互相接触了。那你说他食衣住行怎么办？如果是我会希望全部都外送，就是由外面穿着全套的隔离衣，把一套一套的食物送上去。你意思就是钻石公主号现在停在横滨的这个外海嘛，所以就是要人送上，要再从本土。因为如果他现在船内的人员彼此都有互相感染的机会，他们应该要全部都不要再接触。只有这种情况之下呢，过了14天没有发病的，我们才有把握他没有得病。那这些人就要赶快从这个船上分流下来。你知道，他们要关到2月19，隔离到2月19。可是他今天只要有新个案出现，跟这个新个案一有接触，这个14天就要再往后加。对，再往后，因为他有个案出现了，他会没完没了啊。因为你有人在移动，所以他这到底他应该是移动要管制了，就是大家都不动的情况之下，而且不要再互相接触，就是他们不会互相接触，然后不移动，然后由外面确保没有染病，而且防护完整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他们才能确定说我不知，因为已经不知道是谁有问题了，你这样一动之下又得重来，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可是哈，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真的是那怎么办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重来，我觉得会没完没了。对，因为它里面，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送餐的人，服务人员，我手上可能有病毒，我现在把这个餐，他们说他们戴手套，他的手套还是有可能污染，因为我不太确定说
不是医疗人员他在使用手套的过程中，他有没有可能连手套都是污染？其实我觉得上面送餐的人如果有的话，他算是很有道德。因为中国有一个女生，她竟然去每一家的门把都吐口水。这个时阵上面上派。吐口水熊派。我解释一下手套这个事情。理论上如果你比如说我现在我送餐给这个旅客，他可能有得病，照理讲我手套接触过他我就要换掉，否则你一接触这个患者你的手套已经有问题了，你接着再去送下一个餐，这都是不行。所以我会觉得说最合理的方法，你现在变成要有一个真正全套防护干净的人，从外部把这个全部是密封的饮食送上去，不要再让他们在上面做这些事情，然后又互相有更多接触。了解这个船上有两位朋友，台湾朋友已经写信给小英总统求救，那不过好像台湾也做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其实各国的人都在求救，你有看到吗？有川普求救，有一对夫妇他亲蜜月，然后呢也写，因为美国人，对，他写信给川普求救，据说啦，据说。新闻是说，美国也想把美国人接下来，因为上面的美国人有400多位，是，可是被日本拒绝呢。所以这个亲王，不是因为日本他还是有自己在地的医疗系统嘛？那尤其日本之前又被人家说是公卫大国，又是医疗大国，那结果在这次日本，我们会发现他的防疫其实没有像想象中这么的严谨。可是再怎么样，就是日本也是希望，我说日本政府啦，也是希望用自己的医疗来处理这件事情，要不然你想想看，你如果是日本的民众看到，自己的就是日本的医疗，既然处理不知道这条船上的事情，还要让其他的国家人来把他救回去去救走，其实怎么看，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就变成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信誉上的挑战。但是问题在于说，日本政府处理的确实也让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哈，你知道那个里面哈，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他厨房的工作人员跟送餐的工作人员，就是像刚刚医师讲，他有可能变成是传染的来源。你知道他的情况有多严重吗？他们里面有提到说，工作人员。确诊患者跟没有被感染到的这些人在同一个生活区域里面，然后呢，他们里面厨房有个印度籍的厨师哦，录了一段影片在甲板上面，在对自己的国家对印度在求救，因为他是印度籍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影片就知道说他有感染吗？他没有感染，应该说他还没有确定有感染到，但他因为知道说他们连吃的环境都是跟已确诊的人在同个餐厅里面用餐，我说的是工作人员哦，那所以你想想看，他们彼此之间都处于这个情况了，他还要再到比如说那个是一间一间的房间去送餐，你不觉得这里面你怎么去回避掉这感染的风险？所以在这里面你才会看到，就是说，这里面交叉感染的情况好像看起来就是越来越严重，增加速度变快。所以现在看起来，日本政府，我觉得，可是船上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呢，对，大部分日本人啊，对，大部分是日本人，但是日本的处理方式就让大家觉得奇怪，是说，像我记得那个谁啊，施文仪嘛。前疾管局副局长嘛，他有提出一个建议啊，他觉得日本是应该再租另外一艘游轮，把那种把健康的人先移到另外一艘上面去，把确诊的人放到这边，两边分开去做观察，然后送餐的系统也应该要分开来。他说你这样才能够做到隔离，然后把那个感染人数降到最低嘛。可是你现在没有看到日本政府这样做，日本政府现在是派人过去呢，就是给船上所谓的应该有的基本的资源，什么资源？你知道现在船上状况有多差吗？因为他们上面是日本人自己对日本政府提了几大点的诉求求救。第一个，他说他们的床单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换了，棉被也没有换。第二个，因为要隔离嘛，所以他们的换洗衣物都没办法拿去洗。哎呦，投币式的洗衣机，但是虽然那个在外面有，但是因为你不能出去，所以你不能拿去洗。所以在室内这些衣服都是没有换。那第三个，那所以在室内不能够那个吗？不能够用那个洗手槽洗吗？你只能你只能自己用洗手槽洗而已啊。就是你就知道那个环境在一整个房间里面，因为空间又不大，就即便你自己洗，你要晾要干嘛？那个环境看起来就是。很糟糕嘛。那另外一个是，那在房间里面一直看电视这样呀？除了这就是一直看电视啊，要不然你没有其他的休闲娱乐啊。那另外是他第三个问题其实是最严重的，有很多的长辈的慢性病的药物不足，包括像糖尿病，那就变成说像这些部分，他又必须要有其他的资源再进去，所以他们里面的环境处于在恶化的情况。那你想想，感染的环境不能断，里面又处于恶化的情况，所以就变成说整个为什么钻石公主号的情况会看起来你现在案例数增加非常快速，这就是一个原因啊。而且对插个话，等一下请素晶补充，其实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现在有光亚洲有20几艘
这种游轮都不让它靠岸的。好，不是跟他这两家的，其实有一家叫做啥威士特丹嘛，威士特丹，他应该是在香港的母港呢，他上面也有3000多个人呢，是不是？我没有办法靠岸。那香港也不让他靠岸呢，母港，钻石公主号的母港是横滨，日本不让他靠岸。威士特丹号母港是香港，香港不让他靠岸，台湾。那个叫保平星号，我们让他靠岸呢、欸，因为上来都没事呢，已经确定了嘛，因为他本来也一开始也不让他靠，让他飘。哦，来来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来，淑娴刚刚要补充，对，我就是要补充说，事实上呢，日本拒绝美国的把这个美国人接走，有没有还可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条船上最大多数的其实是日本的国人，可他们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其实已经一直发出诉求说，可不可以让我们先下去，我们愿意隔离，对，其实他们都说他们是愿意隔离的，让我们下去嘛，我们不会移动啊，可是到现在他们没有处理这个问题，那假设这个情况，我让美国人先撤走了他们，美国人可以下船，我的国家就在隔壁，我不能下船，情何以堪？这时候日本都要求成为美国的一州。对，我觉得这是相当程度来讲是相对为难，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所以我们要去把我们的22、20几个人接下来，其实日本不准是也有这个考量吧？对、啊，我对了，现在问题就是说，我的国人，我要怎么对我的国人交代？我就在他旁边，他只要下船就到他家了，他都不能回家。然后外国人，我眼睁睁看外国人都接走。那为什么日本人不让日本人下船接受隔离呢？我觉得他们现在正在评估他们的医疗容纳量，所以他们要调度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你想看，他们真的很仔细的。说一句实在话，哪一个国家那个接那个200多个撤侨，哇，那么一整排的，每一人一辆那个救护车来接，就说他们办事情就盯紧啦，不知道这一次发生什么。是，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本来应该在算说到底怎么样让他们下来，可是没想到路短，所以现在结局就这样。所以你刚才说有人说弄一辆游轮在旁边，对不对？我就觉得还蛮有可能。为什么？他们这一次你发现亚洲人跟欧洲人有时候在面对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那个心理素质啊，好像有些人天生乐天哦，有些人就比较紧张。我看到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太好笑。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美国夫妇，对不对？然后他们其实本来蜜月去，对不对？还有一对澳洲的，澳洲他们真的太无聊，想说什么，然后就想说尝试上网，你知道吗？想说试试看上网，不然都已经这么惨，上网来订个红酒好了。他们就在那个网络上订购那个红酒，结果你知道有送来。对，是我在住在那个游轮，他是有钻石公主号吗？他是有对外舱的那一种，然后有送来。他说那个公司超厉害，因为他无人机，对，他说送去的时候那个还不知道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说，假设他们是在有那个，他把他隔离到有那个的舱，他真的可以用无人机去送东西，完全都不接触。这时候喝有红酒。第二个，我觉得现在他们船上这些人的心理状况要特别注意。我不要说，像我。他们在游轮里面，其实那个铁神龟缸也叫做圣，你那长期在那密闭，好像心理压力很大。超大。我跟他讲，温新北市，因为新北市人口多，所以自然一些居家隔离人数也相对比较多。你知道我们现在新北市那个居家隔离的有很多都需要心理諮商师的。就是说隔离几天而已，才14天呢，还不到14天，有的隔离一个礼拜，他就觉得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状况，需要心理諮商师啊，确实。我们有准备心理諮商师去就是做专业的辅导、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记得和平医院封院的时候，他当时去第一时间也是非常乱啊，坦白讲，那时候第一时间就发生交叉感染了，可是后来是赶快做那种发烧筛检，就是只要这个你有发烧没发烧，立刻第一时间先做筛检，然后之后再开始什么再进一步的筛检。可是我觉得他现在那个钻石公主号上面已经乱掉了，好，我甚至觉得说，如果说他真的有做好说每一个房间的隔离，因为照感染科医师讲说，现在还没有到空气传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可是你看他每天的那个传播数字不断的增加，而且越来越快。而且这个漏洞其实是很难去补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里面有一些状况，我就担心，因为和平医院那个时候后来到了封院之后，大概没几天，也没几天而已哦，里面就有人传出想不开的一个状况，而且真的有几例不幸的事情，因为那压力大到你根本就完全绝望，而且
你必须自己隔离在一个空间里面。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台湾处理保平先号处理的不错，处理很好。我们一个下午，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把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检疫做好，然后里面其实不过当时哦，我们也没有一开始那么乐观。坦白讲，一开始我们也预设好几个状况，所以不是只有陈时中前任指挥官，其实包括整个行政院团队，包括国防部哦等等都有。就是说，例如说你发生，如果说完全没有确诊，那是最好的状况。可是，一开始我们不敢预期啊。你相信吗？给那个那里保平信号，如果也一样，跟钻石公主号停在基隆港，然后每天传出来说，哇，今天有二十个人感染，明天呢有四十个，后天有六十个，哇，那不得了，谁得打？对，你看政府怎么办？所以其实陈时中在这一次，为什么大家突然会就是发现说，哇靠，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他很有 guts。对，他当下他就上传，然后而且他是几乎没有穿防护衣。后来进去有了，我们本来想说不要这么猛吧。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陈时中是塑胶做。重点是他很非常果决的处理，就是全部都筛检完，然后筛检完之后大家就可以下去。我觉得日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他就是很多事情哦不敢做决定，因为他们要求到说一定要最正确、最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才敢做决定。但他在这一种谨慎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没有当机立断，你只是让疫情不断的在那边延烧。所以我觉得这跟他的民族性也有关系。所以这一次哦，人家说什么什么小英的什么运气好，我觉得讲这种话的人真的是不厚道，因为这是有多少人的努力跟他的专业判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其实陈时中做这个决策，他赌上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啊。他扛嘛，他做决策他扛啊。应该这样讲，比方说，现在医生在这里，现在的健保卡只要插进去，就可以马上看出他的旅游史。对，这个其实就是小英政府有事先想到，对，要不然你就看医生看不到他的旅游史嘛。因为我有看到旅游史，你才会提高警觉嘛。啊、哦，那你说，所以你说这是运气好吗？这是准备，这哪是运气好，对不对啊、哦？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钻石公主啊，她现在真的是已经出这个状况了，就是在里面的她的，你说她的那些旅客、啊，她就遇到一个这个状况，就困在里面，然后又不知道会不会被传染，然后又看到数字一直在增加，所以他们里面听说他们的焦虑的人数是一个比一个还要多，所以就变成说日本方面现在甚至还要派就是精神科医生穿着防护衣进去去帮他们做心理咨商，对，要不然不这样的话，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欸、因为现在有那么多远距的医疗机器人，他为什么一定要人上去跟他聊天才高兴？我觉得现在他这个钻石公主号有一个问题，以日本他现在检验的量能、我们看他每天在钻石公主号做的检验数大概100人、有些时候还更低、如果他要把3700个验完，他要一个月、可是他如果赶快在上面做很好的分流跟隔离，经过14天潜伏期的观察，只要14天就有很多人可以离开。插个话，为什么检验一天只能做100人？我不是说日本他一天只能验100个，可是我们现在看他验完的个案数大概就这么多。那我想他全国应该还有非常多的病患也要，就像我们通报要试剂啊，要，所以他可能并不是全力都只能放在验这个钻石公主号。那我看保平信号那一天的检验，应该是请全台湾在那7-8个小时，所有的核验实验室就做保平信号这100多个，赶快把它做完，因为这些是他挑出来的是在时间点跟旅游史上最有嫌疑的个案，然后他把这些先验完，确定这些没有之后，他就开始让大家回去做自主管理。这个做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它有2个风险。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也知道有些个案它并不是一采就能够确认，所以只验一次它不见得可以完全排除个案。那也有无症状带源的问题，因为当时他挑选的个案主要是有旅游史跟有症状的，那的确你会冒这个风险，所以他接下来他要做14天的自主管理。那如果你这14天的自主管理有处理完善的话，即便真的有个案放下了船，他也不会去造成大规模的感染啊。所以他所承担的风险是这样。可是以钻石公主号他的状况，那如果没有感染的话，其实就我们运气也不错。这当然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运气是基于良好的风险管控，就是有各种条件组合起来的。是是。那钻石公主号她冒的险就是说，她不要让这些病患下船。她觉得这样子可以保护岸上的人。但是她冒的险就是，如果这艘船没有管控好的话，她就会有点像一个没有配套措施的风月。那看起来她目前的配套以结果来看是有问题。我可不可以假设一个极端的状况，就上面感染已经很严重了，那怎么办？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刚讲的原则，
他如果个案放的越多，那这样子的话，他将来底下要承受这些个案的医疗准备就要越多，有越多人要进负压隔离房，所以说他应该要尽快在上面，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明确的隔离，然后呢，可以经过一个时间，他只要14天的时间，就有很多人可以解除这个情况。我这样做举例，然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正确，就是说上面3000多个人，现在有174个人感染，就是1/20哦，是。1/20的意思就5%哦。假定台湾的5%是多少？2300万的5%，110几万哦。你要看到那个问题有多严重、它其实不是5%哦。它并不是3700个都做完检验哦，搞不好目前才只验了几百个人，对，所以它比例很高，它比例是持续在增加，所以它并不是单纯我怕，但是它越放越严重哦，对，好。进广告前，这样对邮轮以后的生意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应该就没有人敢坐邮轮，这个会非常非常大的冲击。有啦，素清一定敢啦、啊。我敢啊！哦，你敢 ？OK。我还一直想要去欧洲坐河轮嘞。没有，因为其实邮轮原本就是属于是家庭啊，然后就是退休族群啊、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人，其实他在医疗上通常会仰赖的医疗的一些辅助本来就比较多。对。那经过这一次事件，尤其是在海上，这个整个邮轮已经变成是海上方舱医院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东西如果说钻石公主号写下了一个非常悲剧的一个结果的话，我觉得这个对邮轮业来讲一定是非常大的冲击，影响蛮大的。而且现在不是钻石公主号，是有20几艘都在公海，都没有办法靠港。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我这个昨天看新闻说，中国现在的方舱医院啊，嚯，来对，大妈都在跳舞，大妈在跳舞。然后呢，今天的说法说，住在啊这个所谓的方舱医院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叫火神山，对，里面伙食超好的，啊，会吃到让你觉得你会怕胖。有卤蛋跟鸡腿这样子，金朗，你相信吗？我是不太相信啦。为什么？好，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不太相信。第一个就是说，你知道，其实一开始这个是宣传吗？我举例跟张大哥，我跟你讲，一开始就是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跟方舱医院要出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中国是怎么做的？中国的做法是新建的过程里面要找人家来拍，找人家来直播，然后让大家看说，你看我们的火神山医院跟雷神山多快可以盖好，然后那个方舱医院呢，也是在告诉大家说设备齐全哦，然后那个什么就伙食也很营养哦，然后拍了一个大家都笑眯眯的画面，然后那个方舱医院呢还要列一下前面有一个男的病患哦，号称是博士后，然后拿了一本书，很镇定的在那边看，然后他就变成是样板，然后就是整个东西呢拿出来就，好像躺在床上嘛，对不对？对，就他把它拿来当作是宣传，告诉大家说你安啦，就进来一定没有问题的，就是政府一定会把你照顾到好，而且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哦。对，就是这一些宣传照都出来完了之后呢，后来哦，我们去看中国的微博上面哦，真的有人住进去的，把他的照片写出来了。他遇到的，他传给他的朋友嘛，他传给他的朋友，你看到里面有写什么？有人说啊，对呀、啊，有电热毯啊，但是没插电啊。然后呢，有人说进去里面呢，说那个地板哦，说因为可能是仓促施工的关系嘛，说地板上有大片的积水啊。然后最糟糕的状况是，他们说你看那个里面。就是几百个、上千个人，就是使用那一间的厕所，大家要一起用。啊，你想想看，我们，你就算百货公司一个楼层去用那几个厕所，其实，在人多的时候有点挤，更何况它都是集中在一起。所以他们有人就是你看到真实的状况传出来之后呢，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对，那好，郑大哥，你刚刚讲的火神山跟雷神山，我承认我在微博上还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的是方舱医院。方舱医院它的宣传照片很明显与事实不符，对，就是人家说广告与内容不符，就
你的宣传照看起来吃得很丰盛，或营养师还背过什么，就看起来就澎湃。就实际上看到他们那个病患在吃的时候呢，就几块面包嘛，然后就实在没有他宣传的这么的丰盛，这么澎湃。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但很明显是官方给你的宣传样板文章是一块，啊，你真实遇到现场又是一块，所以他讲好了到底是有电没电，还是现场好还是不好，你真的是很难看得出来。那你只知道说，当中国人自己哈，你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把方舱医院的对话记录照片流露出来，他就是告诉你跟党的宣传不一样，跟共产党的宣传不同嘛，就所以我才说，就是那一些哈，像火神山怎样，雷神山怎样，或是方舱医院怎样，其实你如果真正的去看哈，住到里面去的人，或是从里面流露出来那些照片哦，那个其实表示说他们跟想象中宣传是不一样，样板的机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去看这是一个现象哦，就是像台湾的政府基本上。处理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时候呢，用防疫的角度在大作战。但是你去注意中国、哦，中国呢这次关键的两情啊，什么叫两情？疫情之外，还有个叫舆情啊，他要处理的是舆论啊。所以他有一大块是放在宣传的部分，要不然正常人的心态都会觉得说，我被带到方舱医院，就是旁边住的有染病没染病，我都不确定我有没有染病了，我还跟着住进去，会不会被感染都不知道。我猜武汉应该是。严重的不得了，所以昨天有一个新闻说，他们江苏的医疗人员要去支援武汉，被派去支援武汉，哦，都很惨。那被派去支援武汉，不是要带医疗物资吗？对啊，说在机场的时候啊，五个小时找不到行李，后来不断交涉到最后说，哦，行李找到了，五个小时之后，但所有医疗物资都不见了。对啊，哎，这五小时发生什么事？就是大家就能拿就拿，检疫人员、就是那个海关人员一定自己都拿。像前一阵子最夸张的新闻是大理市竟然扣押了重庆市从海外买来的那个口罩，大概好像几十万个全部扣住，哎，现在就变成是群雄地方割据，你东西要从我这边走，留下买路财，就是我自己也缺啊，我怎么可以让你过？所以现在已经不只是大理跟那个重庆市，辽宁也扣住其他地方，就到处大家就变成是有东西就抢，有东西。慧生，我帮你补充一下，你知道那个大理多夸张？大理哈、哦、抢重庆的。抢成都的，抢贵州遵义的，抢浙江慈溪的，就一个大理哦。云南那时候不就吴三桂上面的？所以有人在讲嘛，所以有人说大理到底是想要当段正淳，还是要当吴三桂嘛？啊，因为按照武侠小说里面那个是大理国是段王爷嘛，然后如果是按照清朝的话，那边好像应该是跟吴三桂有关系嘛。但是他的状况就是在于说，一个大理哦，你知道他实际的确诊病例几个吗？大理的实际确诊病例大概是7到8例哦，他所抢的那些地方都是400-500例以上的哦，然后他抢完了之后呢，这些我问你，这些地方是不是让他还？要让他还，结果大理怎么讲？大理说我可以还你啊，但是我已经发出去了，所以我可以用现金折给你啊。他意思就是告诉你，就是说我就是没有要还的意思嘛。所以那你知道大理，你说他抢了这些物资，你说他防疫做好，是不是因为他防疫做很好？因为他抢了这些口罩，所以他只有7例8例？不是哎。他的口罩不是发给医护，哎，他的口罩是发给房地产相关业者，哎，哈，为什么？那个有钱人先，因为后来哈，我看到中国网友的分析是说，大理市的财政，他们的官方跟房地产业者过从甚密，财政有80%是靠房地产的支撑，所以他抢了口罩，当然要优先保护他的房地产业啊，所以就变成说，你看一个大理呢，他就可以这样干，然后后来呢，刚刚慧珍讲的。青岛跟沈阳也这样干，对，这个沈阳呢，先去劫走人家青岛一批口罩，他劫下来了之后呢，青岛当然要跟他讨嘛。青岛跟沈阳讨的时候呢，沈阳就跟青岛说啊，对不起，我已经把它卖给企业，我们企业有需要。对，然后青岛就很生气嘛，所以青岛说好，你劫我一批，我要以牙还牙，我也劫你一批。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劫来劫去的哈，那个因为是。政府抢政府，所以都会发公文，所以是用发公文的形式告诉你，我要抢走你的口罩。然后你看到这个状况也就算了，因为看到最离谱的是什么？是我们看到四川里面有4个县，这4个县是公安抢公安。你有办法想象台北市中山分局去抢台北市大安分局的口罩吗？这个是匪夷所思的。然后四川这四个县，中山分局跟大安分局哪一个火力比较强？就这个就要比中山吧，这个就是要比中山嘛，这个就要比酒店比较多，这个真的要比火力，因为他们那个对话群组里面呢讲的多夸张啊，就说有一个派了几十台警车
然后派了30个这个警察出来，怎么样？就围住他们要抢口罩，围住四川其中一个县的这个公安。然后呢，这个被围住的县呢，你知道他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武装的，我们是一台装甲车加30个抗暴警察，然后还是最后还是被抢了20万个口罩。所以这个很可怕，是疫情到最后它已经影响到中国的政情，就变成是当你地方开始呈现一个混乱抢资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中央压不住，压不住，这个才是习近平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所在。压不住吗？因为我看昨天啊，深圳跟广州都宣布哦，可以征用私产，征用，所以现在开始啦，你知道吗？我们在战争的时候才会对征用，对，还有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动员，动员车辆啦，所有的车辆就全部编入战时的物资啊。对，现在说你的房地产，我可以征用，要当隔离屋，当方舱医院，现在很多大学都已经这样子了，大学学生宿舍。你的车子我可以征用，因为这时候要运送物资。对，这很可怕。你们家啊，1000万现在没有用。征用来赶快买东西，对，富士康空着没有用，我现在就征用整个工厂，对不对？其实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他们现在就开始讲说，中国现在已经是除了缺医疗资源之外，连鸡肉、猪肉价格暴涨，CPI 指数已经飙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已经到8年新高，所以就代表说，他们现在不仅是医疗资源缺，现在连吃的食物、粮食可能都陷入一个缺。那在这种大家抢来抢去的时候，谁最有钱？企业家最有钱。企业家是谁？当然，你说中国企业家也许有实力，外国企业家呢？台商呢？会不会面临到最后，他们就变成是被政府来征用你台商的资产？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可能。这时候是合法抢劫最好的时候。是啊，这大哥，我给你看。等一下说，等一下说，好不好？好，有道理耶。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其实昨天的人民日报有披露说啊，习近平啊，去啊北京的朝阳区啊去巡视，然后有接受那个啊这个测量体温，但是用测量手腕的体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测量体温是测量手腕，是喷香水。好，可是你要看人民日报，它下面有4个字，红色的很大。这是习近平去接受量体温巡视，下面叫到武汉去，到武汉去，他是北京朝阳区，下面4个字叫到武汉去，可能干嘛讲你拜托嘞，好不好？你那不要去武汉，武汉上严重，唔敢去武汉，结果去北京朝阳区，我觉得媒体有故意，人民日报也看不下去。所以用这个4个字，因为那个真的，我要讲一下，我觉得那个习近平，记不记得前两天有一个不知道大纪元还是说什么，说要逃出中南海，有没有？撤离了，撤离中南海。讲逃有点难听了，其实差不多了，意思就是差不多就是要走嘛，不然疫情北京都封城了，你还不走？那个时候我们要学国民党嘛，对不对？我军转进。千里，对，怎么敌军追赶不及？对对。结果你看，其实转进其实就是撤退了，逃离，逃离了，逃离了。好，那习近平，人家说他转进其他地方，好，结果后来习近平隔没2天哦，他赶快出来戴着口罩，然后说他巡视嘛，对，那就表示他的领导威信，他很担心他的领导威信受到影响。你知道那个大纪元其实很多人在看，对，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大纪元很多消息是准的不得了，那主要为什么？因为他内部有很多讯息哈，里面没办法传开，他透过外面就外销转进口这样子哈。那习近平出来之后，我就想到说哈，中国每次遇到这种状况，都要展现领导人的权威。对，以前人家说毛泽东要死了，对不对？毛泽东就赶快跳长江去游泳，而且要有图片哦。你看那个身材，他一定要把图片秀出来。很勇。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这种内部现在这疫情变成政情的不稳。你说像现在很多港口城市是占优先，你说青岛、大连啊、上海这些。所有物资只要一进来，不要说防疫物资，只要有民生物资就先抢了。那你想想，如果说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如果说这个内部的调控，我物资、医疗什么我都拿不到，然后中间都要经过这个打劫山寨这样抢一通，
这个中央的威信不在，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我觉得这个习大大哈，未来是不是人就是习大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可是如果一旦中国内部的这个政情如果动荡的话，我觉得我们也要做一些因应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情跟疫情一样，它政情不稳，一样也会影响到周边国家；疫情不稳，也会影响到周边国家。他转移他的注意力。对对对。刚刚讲深圳跟广州在啊这个征用私产，合法征用私产，会不会这个时候抢劫台商啊？哎呦，不要只有说台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哈，他管你台商还是什么陆商，中国自己的商人，他一样啦。所谓的一样是说，这个时间最缺的物资是什么？中国现在最缺的物资就是口罩。那你知道口罩多缺？你想想看，14亿的人口，然后呢，这个国家一天日产能最高就只有2000万，所以你怎么看都知道说，他现在口罩就算工厂现在多盖几家哈，都跟丢到那个水里面去。就跟钱丢进去一样，一下就不见了啦。所以口罩现在数量是远远都不够，所以他现在状况呢很尴尬的是，这个礼拜是大概礼拜一的时候哈，厂商陆续要复工啊，但是因为很多区域都受影响嘛，封城的封城啊，什么封闭式管理封闭式管理啊，所以他现在都告诉你说，你要复工，你要先来跟政府提申请，申请有过，我再让你复工。对，但是他还有个在前提哦，就是你要复工，政府还会告诉你说，你要准备好口罩，你要准备好防护衣，然后呢，你的一些防疫计划准备好之后，我让你复工。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结果现在就出现呢，有地方是怎样呢？我准备好口罩了，结果呢，政府把我口罩拿走了。就你要我复工要有口罩，但是你又把我口罩征用走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啊，中国这阵子就是很多像这样的讯息一直流露出来嘛。你看，我朋友公司申请复工，报了口罩库存，今天被政府上门直接抢了22000个，征用了啊。然后呢，像这种对话，我还不是看到一个，我是看到好几个。这是台商吗？这个不是台商哦，这是中国自己的厂商哦。那台商我是已经听到有几个说，他们会问你说你口罩库存有多少，然后你要拿一部分或是拿一定的比例要提拨给当地的政府，就因为当地政府很缺嘛，甚至也听到说他们的政府在告诉这些企业，你就直接生产线哦，哪一块拨出来，那边就专做口罩。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现在所谓的合法征用哦，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他要征用你私人的，那你其他一般就连公司都这样，何况你一般人怎么办？了解。欸、那基本上哦，这个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说，他们啊，因为是一中政策嘛，一中原则，所以我们啊，这个台湾人想要去菲律宾旅游啊，啊，被菲律宾挡下来。他们把中港澳台啊、哦、算进，都算中国的这样。那越南也是这样做，可是越南我们跟他说明以后，越南就放行了。好、哦欸，我觉得菲律宾自己内部都出现问题。坦白讲，菲律宾的这个外交部跟我们的外交部讲的是说没有这回事情。对。可是他们现在内部又说没有，他们的卫生部直接跟总统讲，总统直接下令说。这样的一个政策还要照常举行，好，那所以说，看你菲律宾内部就是自己在打架，那表示说，我觉得菲律宾哦，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因为他们可能岛屿多哈，有时候真的每一个岛屿好像各自为政，各自有不同的民兵，各自有各自的地方政府，还不见得听中央的，没想到现在中央也两套系统，所以其实第一时间这个外交部跟这个菲律宾的外交部对外单位交涉，确实我们是把这个切割掉，就是说我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要认知的很清楚。可是后来他们还是卫生单位故意绑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还是中国在从中作梗啊。所以我们可能这个也会研议一些相关的一些，包括我们的签证啊，甚至你要知道很多菲律宾的劳工在这边，当然他对我们也有贡献，好，对我们也有很多的帮忙。可是如果遇到这种大家彼此互惠的时候，包括所谓的什么服务业很多，就是我们以前讲叫做什么，菲佣呀。哦，他们主要非籍的外籍移工主要在两个部分，因为他们会讲英文，所以他们是在厂工的部分以前是很爱用 的。对，因为科技业或有一些如果需要外籍移工的，是因为他们会讲英文，其实是相对现在外籍移工市场上比较被喜欢的一群。另外一个是在家庭的部分，他们主要是帮佣系列，反而是看护工比较少。对，因为主要还是原因，因为他们英文会通，所以他们看护工是以印尼为主啊。对，可是我必须说了，这个部分其实为什么？这一次在跟越南交涉或跟在菲律宾交涉，我觉得可能力道上会有差异，因为毕竟越南移工这个部分相对于菲律宾还是大宗，
一年超过多少？所以他已经冻结很久。他每次他们的冻结原因是他们常常逃跑，他们来就跑。嗯，好。然后菲律宾的部分是因为老实说，我们最近几年人家他们在跟我们讲移工要进要进来的时候，他们要的条件都很好。嗯，就他们最近几年其实态度在移工这个方面态度也渐渐强硬。嗯，因为我不一定要来台湾，因为他们在各地方都是相对受欢迎的移工。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这，老实说，你冻他好伤的。没有，其实现在是这样。所以菲律宾说我们没有筹码，只好认了吗？我没有，我说我们可以继续协调，但是必须说在这一块不会是我们很有利的筹码。其实大家在猜说说为什么越南后来政策改变，主要跟台商在越南投资非常多有关。就是说现在台湾在越南的投资其实大概仅次于韩国，但是台湾在菲律宾的投资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我们是菲律宾第八大投资国呢。我们的台商在越南哦，光是台塑越南钢厂哦，投资金额100亿美元，是单一公司所有外资里面投资最高的。所以我们在越南的投资是真的非常庞大。那他们包括菲律宾包括越南，为什么他们会把台湾变成是一中原则？最主要是基于联合国下面 ICAO，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这个组织把我们列为是他的主要那个他们之一。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 ICAO 的秘书长也是中国籍。就是联合国下面有14个专职单位，从2008年开始，那个联合国这中国就不断的渗透，然后到2013年，每一年都新增一个组织的秘书长是中国籍，所以现在14个组织有6个组织全部都是中国籍。那你觉得我们菲律宾咱爱该按哪个处理？菲律宾劳工，我现在问一下慧珍，那你签证啊？我们现在跟对他是免签嘛，就把他。变成是不可以啊，都对等啊，为什么你们这样搞我们啊？签证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对他采取一些，就是不准你们好像就是像现在一样，比同其他东南亚国家用免签的方式进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对于劳工这个劳工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有困难了，就伤他们也伤我们。对啦，就是两边都会伤到。那有人说，干脆拒买非货啦，本来就没什么买吧，只有那个芒果干呢、啊，我都还不知道我买了什么废货。菲律宾在台湾有什么东西？芒果干很多了。芒果干，等一下继续讨论吧，先休息一下。刚刚其实也发了一顿脾气，我后来想一想，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什么可以不吃的，对不对？好像没有办法治他呢。不过全世界认为台湾属于中国的很少很少了，就是菲律宾、蒙古，然后意大利，然后还有越南。不过蒙古跟越南经过我们交涉以后都没有问题的，现在就剩意大利跟。菲律宾，但我觉得意大利、菲律宾也很知道台湾不属于中国，但是他们为了讨好中国，只好这样做。这个国际形势应该钱呐、就是要从中国那边拿投资，要投资嘛。杜特地上台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要从中国框很多投资嘛。然后后来他又有一阵子，川普上台之后又往川普修正，然后到今年看起来，因为所以你就看得出来他。东南亚的外交习惯，尤其是菲律宾啊，就是在哪边有利，他就往哪边靠。那最后啊，我再请教大家，因为我看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病毒权威钟南山，钟南山，他这个接受访问，他说他几个结论：第一个，本月中下旬武汉病毒会到最高峰，2月中下旬，这是他的看法了哈。二啊，再来，4月会结束，再来，没有，他说没有想到这个病毒有这么强。这是很大的问题。最后一个，我想问大家，他说：“野味要禁吃，野味。你觉得他这样讲以后，中国不吃野味的，会吗？会继续吃还是不吃？就继续吃啊。就是在过去来，一直很多新兴传染病是来自于动物，不止冠状病毒。所以以中国，它发生过 SARS 这个事情，那目前呢，在中国都还可以。”不管合法或半合法，反正就是没有很严格的去管制野生动物的检疫，可以在人口密集的都会去做常态的交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能接受的事情。
因为世界各国可能都还是有人会去打猎，他们可能还是有捕捉野生动物，但都是零星而且不集中。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曾经发生过 SARS 这种有可能从动物传染出一个新型传染病的地方，一个国家，你还让这种都会区你可以常态没有好的管制之下去进行这个事，这是很危险的。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源头。对，还有特别发生这个事情，我感觉国际作者的嘴脸都让我很讨厌，都在欺负台湾。韩国也是，我们没有群聚感染，为什么韩国要说我们有群聚感染？韩国是发布说建议奉劝韩国人不要去六个国家，包括中国、香港、泰国、日本啊、什么？新加坡有没有？新加坡，因为这些都发生群聚感染。还有台湾，台湾就没有群聚感染啊？因为它其实这种一旦被发布之后，也会影响到经贸跟旅游的一些情况。那他们，我们跟韩国向来是竞争对手，对，他也可以趁机这样子，就反而你不能去韩国台湾了，你就过来我们韩国。韩国的确诊数还28人，还比我们严重啊！而且他们还有一间医院直接给人家订起来。他现在的这个总统文在寅本来就比较亲中嘛，亲中到这一阵子哦，让韩国的人民自己都觉得很倒谈，就很多东西韩国自己买不到了，然后你都优先捐出去或是干嘛，然后你的防疫措施也没有做得很好。另外一个是韩国这几年来台湾的自由行的旅客增加数其实很多，那所以你会发现韩国的旅客来台湾之后，你去看哦，很多的 YouTuber 在传影片做影片的时候，最近都在比较韩国跟台湾防疫措施的差异。我们去。